大家好，我是虎扑骑射，欢迎你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。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大家赶快做这一款 ZS01 号的 Guardian of the Universe 宇宙守护神啊，它不是 Shockwave 啊，这个规避版权的关系呢，千万不能说它是 Shockwave 啊。它的话呢，用了 SS 里头的震波的这个模具呢，做了一个第一尺寸的放大。它究竟放了有多大呢？我先讲一下，这一集我不会拿出正版的 Shockwave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一款玩具我已经卖掉了。为什么卖掉了？因为呢，下一波的这个 Leader 级呢，它会 Overload， 它会一起在绑在一起在卖。那为了要能够买到 Overload 比较便宜一点，所以呢，我必须要跟 Shockwave 的正版一起买。所以我把我上一次入的那个 Shockwave 把它给卖掉了啊，准备下一波啊 L 级推出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把它给买进来。那这是它的一个，如果那个 Shockwave 在的话，大概也是这么大啊，也就是它至少身高会放大了将近一倍。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比例的话呢，你看的还不够过瘾的话呢，我可以拿出之前的话呢，黑曼巴的话呢，这个，好险，赶快让他们家的密卡登哦啊，就是这个家伙，两个的身高可以说是非常的接近，基本上是算是一样尺寸的，等级大小了。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宇宙守护神的话呢，感觉分量呢还要再更加的巨大一点点。那大家最关心的尺寸就讲完了啊，对，尺寸讲完了，再来就硬度了嘛，对不对？这硬度当然很重要了啊。之前在做正版的时候呢，我抱怨了几个软胶部件，在这一次的话呢，都得到了一个蛮明显的一个改善了。我先让它站稳一点啊。这个玩具的话呢，因为这个主炮的话是比较大，所以往前它有时候往前倒，那这个已经变成了是一个硬的一个塑胶。那中间这里面应该还是补起来了啊。终于把它补起来啊，非常亲切的一个设计。再来顺便先提一下，因为武器拔下来，我顺便讲一下手好了。它手的话，这个指头这里多了一处关节，以及它的这个每一个关节的指尖的部分，其实它手指都变得是有点偏软胶，但是不是非常软的那一种，还可以上下动。它根部的话都是一个球形关节，根部都是球关，然后也可以做出一个握拳。那握拳的话呢，是没有办法完全握紧，因为它是稍微有一点点死角，没有办法握紧的。啊，但是做出一个类似于像握拳的一个动作已经是没有问题的了，这样的给我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展示了啊。那就把武器的话呢，再次把它给扣回去啊，知道就行了。再来我们就看一下它的一个发光的装置，发光的装置呢一共有三个地方，但是是五个点。首先是这个头雕，头雕的话有换新的头雕啊。据说是用了这个雕像的头雕，对不对？牙齿有露出来，非常的狰狞。那这个头是拔一下就可以把它拔掉，我不知道是有替换头雕还是怎么样。手上这一款的话呢，应该还不是大货的等级。总而言之呢，也没有附带什么降落伞的那个伞兵啊，也没有另外两个这个小博派的一个小人，那就是只有这个玩具的本体了啊。眼部的这个发光啊，效果是蛮强烈的，非常的好。而且它这个光的里面的话呢，不是只有发光而已，它里头还有一些细节的刻画啊。另外一个发光的点呢，是在这个手炮的发光装置在这个地方，那把它给按下去啊，就会有一个发光的一个效果。以及呢，后面的话呢，有三个推进器呢都是可以发光的啊。这个地方我已经先把它打开了啊。那这个发光的这个装置的话呢，是这个推进器的话，你是它这个球关啊，你要把它给拔下来啊，然后从这个地方啊，把它给按下去。它会发光啊！如果你直接这样扣在上面的话呢，你要去触动那个开关呢，啊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！啊，我不相信你身上有那么细小，然后又够坚硬的地方啊，甚至还会转弯啊！我不认为你身上有那种位置，有那种啊又小又尖锐又坚硬可以转弯的器官，我认为你身上应该是没有的。那这个就是它身上所有发光的一个装置，装备了之后呢，就会变成像是这个形象。那你可以看到它身上还是以紫色的一个色调为一个基准，那干刷啊什么的，其实摆着看啊，这个震撼力还是非常足够的。再来大家就比较关心的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金属部件啊，胸口这一块，胸口是一个金属部件，其他就没有啊。那么呢，再来是它的一个软胶管的一个部件啊，软胶管的话它这次有做一些改良啊。它的话呢是在这个软胶管的话呢，它是这个中心的话呢是有一条线，是中心线，然后外面是有这一圈一圈的啊，它这个是每一圈这个是可以再单独去转动的，对，它有一个这样是可以再转动的，你看前面这里转，下面是没有转的，所以它本身是有一个分开的 OK。 那这个的话会比原本的那个软胶部件的话呢，应该是要安全系数要加的非常的多，但是它软胶的长度呢并没有加，我感觉是没有加长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要做一个呢，这个 Shockwave 把这个手，把这个，把
把这个怎么说，就是把他的这个大炮呢横握到身体前面，然后用这个手去握那个巨炮的那个形象基本上是做不出来的。除了本身管子不够长之外，他的这个地方那个手肘的关节呢最大也就只能够转到这么多。他的这个地方这些关节啊，这个地方这些造型来讲基本上是会影响到他的一个可动，最多也只能弯到这么多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再去做一个强求了啊。但是呢以这个单独的一个站立的形象来说，他真的是非常的霸气。然后他身上的齿轮关节一共有这个，然后平举啊都非常的响亮，手肘啊都是有的，然后手腕也是可以转动的，而且这个脚往前往后侧踢啊都有，但是侧踢感觉不是非常的牢固的感觉，加上他这个手炮很大，他两边的这个重量是没有平均的。那这一代的这个膝关节我感觉是稍微有一点不是怎么够力的感觉啊，那我已经忘记他这个脚这个地方是不是这样收啊，我就把它收到后面。这样从侧边来看的话呢，就是从正面侧边来看呢，他已经是感觉这个脚掌是变得是比较干净比较利落一点点啊。这款宇宙守护神的变形是很简单的了，那因为体型实在太大了，我们就从这个让它躺下来开始。第一个的话呢，我们从腿部开始变形啊。首先的话呢，把腿这个地方后面的这一块部件，把它往前面推出来之后呢，这个地方的空隙就出来了啊。然后把这一块部件呢往前面这样推过来啊，这里也是一样的啊，先把内部这一块往前面翻出去，然后这个地方直接往前面翻就行了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将这个两腿这个地方给拉开来。到这边两腿都给拉开，拉开之后的话，我们再来把这个胸口的两侧这里有个部件把它给松开，对应的一样是有的，整个部件呢就可以把它给完全打开了。打开之后的话，我们就直接了当的呢先把腿给变形完成好了。腿的话呢直接往上翻啊，直接把腿给往上翻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是有个凸的啊，在这个地方是有一块凸，对不对？这个凸的话就是要扣它的这个侧边，这里是有个洞的，我们直接了当的呢就第一时间的话就先把这个地方给扣上去好了啊，这样的话让这个玩具的一个稳定性强一点，我比较好做一个解说，不然它这个身上部件太过巨大啊，我这个解说起来的话是非常痛苦的。 OK， 这样扣上去啊，这个基本上的一个大骨架已经算完成了啊。那这两片的这个部件的话就把它往下面垂一点点，这个 Shuckle 宇宙守护神的头啊，基本上就是把它往前面放就可以了，往前面放，然后这两侧的这个这样的把它挡起来， OK， 这样就行了。这个底盘已经算 OK 了，接下来就是上面这个地方。首先的话呢，把这块部件呢解开翻出来的时候呢，是这里是有个凸的啊，这里这个地方还可以再解开，这里翻出来之后你看到没有，这里是有一块凸啊，这里有一个凸，这个凸它是要扣进这里有个洞啊，你就这样子直接的继续的往下面翻，整个给翻下来，这样子至中对准之后就把它给扣进去啊，这里稍微调整一下把它给往下面扣进去，好 ，OK， 就这样扣上来了。那再来就把这个手部呢往内折而已啊，手部就往内折，这样本来这样往内折进来，手部的话直接往下放，往下放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，往下放，然后呢这个地方是有一个，往下放啊，这里不是有个直的一个凸吗？它就是要扣进这个往下面放啊，这里有个凸 ，OK， 这个凸，这样子，这里有个凸跟它来给结合在这边，好，就这样子把它给往下面放下去，扣上去就行了。好，那前面的这个手指的话呢，就稍微把它给摊开一点点啊，因为手指如果你握拳的话呢，可能会没有办法扣进去。嗯哼，这样这个手臂这一侧已经扣进来了啊，这个，另外一侧也是完全一样的一个变法，这里折进来，这个。先把这个炮给这里给解开好了，这里方便我们做一个翻折，手臂打直往内转进来，然后一样的啊，这里它的一个内侧，这里一定啊，这里对吧，这里有一个洞，然后那这里有个凸，这样对准了之后把它给扣进去，好，上下这样的把它咬合，这样一来的话它的变形的话已经几乎是要完成了。再来最后就是把这个后面啊这块部件它是可以移动的了，移动搓上来，你看到这两个，这里有个凸，这里也有个凸，就是扣这两个洞，在这边这两个洞就移上来之后把它给扣上去，
它的变形呢已经算是完成了啊。这边好，扎进去，扎进去 OK。 那么呢，它的一个这个前脚掌这个部分啊，这个地方是真的是没有地方可以扣的，就只是暂时的是放在这个地方而已，只能暂时这样子。最后就把这个管子，这个管子的话呢，这样子过来的话呢，基本上呢怎么说，它这个这样子翻过来，你要再扣回这里哦，你必须要从这个地方钻过去。那从这个地方钻的，哎呦呦，从这个地方钻的话呢，是稍微要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个，就是因为它距离来讲，因为它这个长度呢不是那么样的充足，你要从外侧绕过去呢基本上是做不到，所以呢我们就只能乖乖的呢从它的一个内部呢这样钻过来到这边 OK。 原则上你可能要从内部钻过来才能够比较容易去靠得到，不然原则上是扣不到一个定位的。然后前方的这个两个这个尖角就把它往前面放就可以了，这一侧也是一样从前面放。好，这两个前面这两个脚掌啊，我是找不到结合的卡扣啊，应该是没有了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就是它的一个宇宙守护神的一个变形过程。原则上就是这个手臂啊跟身体扣住之后呢，在它会前半部就会固定住，然后再利用后面这个推进器呢去扣住这个肩膀上面这两个洞。它的手臂呢就已经完全扣住，那腿跟身体的话只靠一个卡扣就把它给扣上去了。那么呢这个整个一个结构来讲的话呢，原则上来讲的话，一体性来讲是很好，因为它的变形就是非常的简单了。那就它的造型就是这样，滚动性还是有的啊，它下面还是有轮胎的。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，先把这所有的装置呢，这个灯都把它给打开好了啊，毕竟这是它的一个噱头嘛，我们就把它的这个装置都给打开。这里啊，这个是一个 OK。 你要说它麻烦吗？哎，也不麻烦了，我觉得这已经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了啊。毕竟你要增加一个声光的声的一个效果啊，光的效果。到这边有没有一个异形的一个生物感觉？有没有增强啊？我觉得还是有。有没有像一个三个眼睛的外星人的感觉？还是蛮邪恶的。然后滚动性已经跟各位展示过了啊，那这是这个地方啊，就是没有办法，我目前是找不到扣紧的一个位置。那如果你要的话，就是这个炮的一个光在哪？炮的光，我想一下，炮的光在哪？在这一样。OK， 炮的光还是可以发光的啊。如果你要把这个 Shockwave 的这个头再发光也是可以的，那我们就顺便都让它亮起来吧。既然都已经到这了啊，你就让它全部都发光吧。嗯哼，好，这个只是这个发光的话，就是这个头的感觉就更加的明显，但是邪恶指数是比较提高的。那两侧的炮呢是不对称的一个造型，主炮是一个倾斜的，是啊，不对，倾斜是一个侧边的，所以它拍照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局限性，但是就是拿在手上还很大。甚至的话呢，这个玩具的话呢，你根本就是你可以把它直接拿在手上，是变成是一门，就是对不对？我觉得你就是可以拿在手上当成是一门炮的一个感觉，就是也还很扎实。那因为这个铁件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它整个重心的话呢，人形的时候感觉不出来，但是在车形态下呢，这个金属重量的话呢，让它的一个轮胎的着地性又比较好一点点。那这个就是很典型的，就是一个在一个基础模具的美型度做得很够，变形也很简单的情况下去做一个更加强化的改良，所以它的一个怎么说呢，会非常非常的好玩，因为它变形又是这么的简单，这么大，但是变形又这么简单，那就是整个塑胶什么其实就是很扎实，涂装啊什么的就是很赞，很棒的一个具有展示性跟把玩性的一款这个 OK 的一个产品吧，我只能这么说。就你喜不喜欢的话呢，完全是看你个人的偏好啊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跟各位进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